他妈三十多随便晃，我跟你急。对啊，他去哪里了？他往我的位置上去了。对，我碰到了，我没办法了。变道要扣三点嘞，你喊我不变，直接开过来也就800块钱。我要走公交车，知道怎么扣你？没什么时间。我还想知道开了加速加速的方式。你这个变道也是为了避免，为了避免车祸。我刚好稍微拐了一下，他就车上来了。那你就不把这个挤回去的时候给人家擦一下？那可是你全责啊！那我看到你，我很紧张。车子有三个电子监控探头，我拍下来，我倒没去。你去拍呀？你他妈去拍了吗？当然，真是的，我刚处理过。下来
桂林八百多点。来来，别抢我，他。周恩来总理和蒋介石在这里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现在是老干部活动中心。吉林嘛呢？啊，吉林呀，安江县里吧。我给那个在那个路边那个什么，呀，进不了。所进入的是永金门，当年吴越国第一任国王钱镠在这里开前门。右手边看到这一位手拿鱼叉的，就是人称浪里白条的张顺。当年水上梁山随着宋江南下征讨方腊，最后战死在永金门。左手边可以看到世界遗产四个字的碑，是因为杭州西湖在2011年6月24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右手边可以看到湖中有一头金牛出水的铜像，所以西湖你可以叫它另外一个名字金牛湖。现在所进入的是南县景区的第一个公园，柳烂唯一西湖十景之一，春天小柳树的最佳地。右手边看到的这一片湖就是杭州的西湖，面积最大的一块6.7平方公里的外湖。
左手边可以看到的建筑就是乾王祠，里面供奉的是吴越国三代武王像，像钱镠、钱弘处在里面都有供奉。左前方可以看到背对大江有一座雕像，吴越国的第一任国王钱镠，六合塔就是他建造的。Jadi untuk kini nak tu em. Enak banget apa enak tok? Pinjam dah. Kita kerja pinjam tempatnya gitu. Pinjam tempat. Ya pinjam tempat namanya. Pinjam tempat ya.右手边看到的这座亭子名为翠光亭，也是御马头所在地。从五代以来，历代皇帝登船游览西湖都是在这码头登船的。先远观一下杭州型的雷峰塔，待会我们都会路过。前方即将上桥，车上游客都坐好了，桥比较陡。要上的这座桥名为萧公桥，又名报恩桥，最早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车上游客坐好了。那闻到过什么味道？是我车子的吗？还是这个地方的呢？嗯，Bang Ano, kita modifikasi dari mobil-mobil tua itu protoli, Pak.边所进入的就是水杉林，左右两边这些非常笔直的树干就是水杉。水杉跟银杏一样，属于活化石，最高可以达到35米左右。现在所进入的是南线景区的第二个公园——学士公园，为了纪念。上的是西湖边最有名的一座桥——断桥了。当年许仙跟白娘子就在这座桥上相会的。
断桥不是说桥断了，是说这个井。每当大水出井的时候，水覆盖在桥面，桥有向阳面和向阴面。向阳面的水因为对着太阳融化比较快，向阴面就比较慢。将从高处往下看，桥四段非断，西湖十景之一，断桥残雪所在地；西湖三怪之一，断桥。1932年1.28淞沪战役中牺牲的将士所创作的，也是全国第一座表现抗日战争的纪念碑。前方马上要经过的就是三公园音乐喷泉所在地。音乐喷泉每个时间段都有上午、下午和晚上，相对来说晚上比较好看，灯光打出来效果非常的好。Oh, jauh, Pak. Matoy. Sekai kamera yuk. Sekai kamera. Oh, balik ini. Yo, yo, tuh salut. Dia muterin, muterin pakai apa dia? Yo, ting senjata dah. Oh, itu dia. Tidak, ada. Sensi, dengan saya lihat, boleh, boleh dibuat. Berapa harga? Ah, ini 1500. Yo, ha? 3000. 可以给你个电话，要不要订个？可以订个。啊，有信息给你个卡片。他能多少一个？我 A 九火的，充电的是吧？这个什么？是那个塑料的？哦，泡沫的。手工制作的，有信息可以订做。能开多少米？高度多少？能开多少高度？看到高度。来，这个墙，我看。